好，停停停停，来看数值多少票？0.32啊，那就是刑法又有触犯到刑法，那就是刑法153公共危险罪啦。然后那第一的保持人或物权被记忆者的陈述，第二的选任辩护人如果是中低收入户、低收入原住民，有其他依法另得请求法律辅助者的请求之，第三点的请求调查有利证据了哈，就读过了。OK， 好，那我大概跟你讲一下哈。那这边就是我们刚刚口头上跟你讲的，那我再重复跟你说一次，好不好？等一下你有实测跟预测两种权利哈。那第一个，如果你测的话，那依照道路的测的话哈，是0.15到0.24之间，我们是开单18加扣车。警方啊，于11日1:10在忠孝建国下匝道处啊设置路检点，当场经过一台自小客，驾驶啊飘散那个浓厚的酒味，驾驶是民众啊，正姓民众啊，经过我们酒测之后啊，正姓民众之酒测值啊为0.32 ng/L， 全案啊依违反刑法185/3公共危险罪啊，移送北检侦办。